专家，当然听专家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芹菜，它刚刚切的时候你就闻到一个香味，超香，这叫芹菜精油。嗯，芹菜油啊，对，芹菜的精油呢，它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，对，就是希望我们让它的这个循环能够好的话，血流就会比较好一点。是哦，对对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稍微把那个牛小排的牛油呢把它炒出来。嗯，那牛肉炒出来以后呢，牛肉会更香，而且牛用它自己的油就对了。对对对，牛小排很有趣哦。你会认为说牛肉啊熟了之后是不是会老？嗯，对啊，最怕的。所以我每次吃都要比如说五分熟啦，对对，烫。你看牛小排啊，它没有九分熟，你咬不动。牛小排是要，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 Q 弹，对，所以它就耐炒，它炒久也不会老。嗯，那现在我们现在先把它倒出来一下哈。哇，好香哦！倒出来一下，那里面呢，因为它里面还有血水，对不对？这个呢不要倒掉，这个呢也是它香的来源，它鲜度都在里面哈，它甜度也在里面。再来呢，我们里面呢放了香油进来。啊，再还有姜，这时候才开始爆香。姜跟牛肉是非常，对，还有辣椒，很麻吉的，就对，对对对，好朋友啦。还有呢，葱也是要爆香味，对，用这个天然的牛油来爆香，对，哦，再把芹菜呢把它倒进来，香哦，哎，那个颜色好漂亮哦。尽量就是哦，在做菜的时候要有参与感，你知道？哎，像丫头跟小优可能没办法吃，那个丫头没表情。多点参与感，好不好？现在米酒进来，哇，好香！再呢，再加点酱油，让它搭一点颜色哈。哇，好香啊！然后因为呢，刚刚都咸的部分哈，我们现在直接再加点糖进来。现在再来呢，味道都进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才把我们牛肉呢，再把它弄进来。那里面是不是有汤汁？对。那我们现在你看都扒不到我们那个芹菜啦、牛肉上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加一点，我们莲藕粉就进来了。哇，这是紫色的哎。这是莲藕的颜色，蛮好像藕啊，蛮健康的哈。好，加一点进来。它整个勾芡上去说，那个肉跟菜变油亮了，对，扒在上面，对，感觉变好朋友了。对，好，那现在拿起来，好香啊，那个汁都吸在一起了，我要崩溃了。好，那这一道菜呢就完成了，完成了。来试试看这个芹菜炒牛肉，你看这个汁包在上面，不好吃不要钱。丫头，你看这个芹菜好香，真的好香哦，有多惨？真的好香，好香哦，是肉的味道，夸张了。我觉得你们好残忍，丫头这么严重，你们不给他吃，我们闻味道就好。味道的，为什么我嘴巴还有那个辣高丽菜的味道？好想吃辣。还好啦，没有到大，差不多，微微，微微的大，微微的大。哎，这感觉好下饭哦。对啊，好想要有一碗白饭。最主要是简单啦，而且对我们的静脉曲张非常好。对。除了芹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你知道料理常用的大蒜、姜、洋葱以及辣椒也有带动血液循环、改善静脉曲张的功效吗？接下来就要考考你们对这些新香料的知识喽。洋葱对血管有良好的功效，将洋葱涂抹在皮肤可以改善静脉曲张。对或错，请讲答。孙丽杰，请作答。错吧？错吗？恭喜你们答对了。耶！好，第二题，辣椒的辣度越高，越能促进血液的循环，所以吃朝天椒预防静脉曲张效果更好。对或错，请讲答。好，我们的丫头组请作答。感觉就是错。错吗？恭喜你们答错了。第三题，辣椒营养价值高，不仅能够预防静脉曲张，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肤质。对或错，请抢答。真的好帅哦！对对吗？恭喜你答对了。耶！好帅啊！加油！第四题，姜是老的辣，越老的姜，预防静脉曲张效果就越好。对或错，请抢答。我们的丫头组要不要改对？因为他改，他感觉好像错，一定是对，跟刚刚的道理一样。对对吗？恭喜你们答对了。好，最后一题，终于加油！最后一题，大蒜可以保护血管，预防静脉曲张，煮成蒜头鸡汤比生吃蒜头效果更好。对或错，请抢答。丫头组请作答。应该生吃效果最好吧？
先煮完后它的精华呢？对对，所以是擦。这是叉吗？恭喜！反效果！恭喜！好，恭喜你们答对了！没想到吃生蒜头预防静脉曲张的效果比蒜头鸡汤来得好哦，究竟是为什么嘞？想知道答案可千万别转台哟。切洋葱前怎么处理才能不流泪嘞？你知道哪种方法才正确吗？来，刀子要利，所以破切破，利了之后。就可以来切我们的洋葱。做法 B， 切开之后呢，把它放到我们的水里面浸泡30分钟就可以了。答案是，记得刀子要利哦。好，真的假的？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这个答案，相信你也觉得不可思议吧？只要把刀子磨利，切洋葱就不会流泪。广告回来，听听詹姆士怎么说呗。